您好，这是我们使用 HiNet 的 CaaS 平台所架设的一个网站。那其实目前就是会提供一些程式交易的人来上传一些他们自己程式交易的一些记录。这边就是它会有一些绩效的排名，那下面会有一些现场消息，还有一些留言的一个整合。那这边会有一个 Live 的 demo，Live 的一个走跑马灯，那我们会有一些排名，让大家可以方便搜寻到整个城市交易的一个社群的一个排名。那有很多的，有可以上传各种金融商品，像这是台子期，这也是台子期，那像这个金融期。它可以上传一些金融期，然后还有历史资料，它每个月的累积图，啊，它这个进出的交易记录，那整个像目前这边功能还尚未完成，那我们还会有个讨论区，那讨论说今天它可以留言一些，做一些分享，做一些讨论，那在我们会。有提供即时报价的一个进出的通知，即时通知。那他只要登录会员，那设定他的即时通讯的账号，他就可以通知到。那我们整个还利用 HiNet 的 CaaS 平台，Windows CaaS 平台，然后将整个报价资讯借接到这整个网站上面去，所以它这个整个资讯都会同步到的网站上面。那这也就是用 HiNet 的 CaaS 平台来所架设的。那每一个程式交易的社群的人都可以自己撰写一些程式，像他可以用 Excel、用 Java、用 C Sharp，他可以自行撰写，只要透过我们网站申请的 API 上传他们自己的交易记录，那都可以同步到整个这个网站上面的一个过程。那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时间，像这个进出场的时间，然后获利点数，然后整个累积，年度累积，那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像更透过更公开、更透明的一个资讯，让大家可以分享他们自己的程式，也就可以做交流。然后不管是他用什么软体，用 MultiChat、用 TradeStation 都可以做到。那以上是我们大概简短的介绍整个城市交易台社群平台的一个网站，利用 HiNet CaaS 平台去架设。